亚瑟王，神奇之王。那具体是哪位皇帝好像不是很清楚，好像传说是古不列颠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皇帝。那关于他，哎，我所知道的一点事情就是十门八剑，对，十中八剑那个亚瑟王。其实在看完 Fight Star Night 之后，我觉得亚瑟王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这样也没关系，啊，或者是这样的。但没有特效打不动人外，会发发光也是很不错的呀。比起那些五毛钱端的特效来说，你已经很棒了。至少你是个输出啊。在废的输出也会有改版变强的那一天，你怎么可以当辅助？怎么可以？生由剑所成，血潮如铁，心如琉璃，纵横无数战场，不曾落败，未曾遭逢败退，未曾为人理解。他常孤独一人，于剑丘上沉醉神力，故此生毫无意义。其身必由剑所成，起码应该是个输出吧。无限剑之这种大招我都给你开出来了，你竟然要当辅助，我的天，你在逗我。偽善に満ちたものだとしても俺は正義の味方を張り続ける。当正义的伙伴比当输出还要重要吗？还有，这个画风完全不一样，好不好？性别都变了。Hello， 大家好，我是角色水彻。说实话，这期视频我并不想做，原因大家在前面应该已经看到了。但是没有办法，我有个小弟，他非常喜欢这个英雄，他说他的 Q 可以后排秒小兵。哎，我想了这个，好像很有意思。好吧。那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神奇王的视频。那他给我开发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用这个圣骑士来报复社会好像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啊，就卖大哥啊，或者是收割人头什么的，想想就有点小激动的。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圣骑之王应该怎么去打哈。虽然说我不是很想做这一期视频，但是我这个人非常有正义感，这个我没办法，就今天要么不做，要做我就肯定要给他做好，是不是？好，耶、yeah ！传承刀的精髓，享受竞技快感。Hello， 大家好，我是解说水彻。总感觉就是，忽然说好好做之后，整个人画风都变了。那这边可以看到，刚刚这个克拉肯过来是要封野啊，封野。他这比较有心机，他这个野封的，他这个灯肯定是插了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啊。但这边就是跟双子在找这个眼到底插在哪，因为我这边点的钱上来是带了一睁一假眼。哎，那这边树开掉直接是找到啊。那这边我你们两个干什么？不是一个眼钱要不要这样？不是，我一个辅助，我买的灯我都没说话，你们两个在那 S 来 S 去，50块钱要不要这样？好过分啊，谁买的眼？有没有搞清楚财主是谁？你们就这样就肆意的瓜分我的财产，你们觉得这样合适吗？好的，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把这个野清掉之后，那这边可以拉野。说实话，这个拉野是身为一个辅助你的必备必学事项啊，不是必备事项。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因为这个圣骑王这个画风感觉有点完全不适应，我的心有点痛。那这一把的话跟大家说，这是打了一个七杠，家里有个七杠的，然后对面也是六杠左右的一个高端，算是一个高端匹配局了。
所以这一把的话时间打得还蛮久的，打了30多分钟。哎，说实话就一般，就像这种过了30多分钟的视频，我个人不是很乐意去做，感觉好费事儿。怎么说呢，因为这种30多分钟的视频并不能体现出水彻就那种非常非常狠，就是手起刀落杀人的那种快感，对吧？那这边这个双子是这个奔腾的大便打的，他这个打野的时候是要拉四野，然后呢这样的话我就在线上先蹲一下，现在他要拉四野，我这边不能拉野了。不过拉野的技巧跟大家说一下，在17或者7，就是你看这个秒数停在7的时候去拉，比如说17、27、37、47，哎这种。然后你拉双野的话是时间控制在55秒的时候去拉，那这样的话时间是蛮不错的。那咱们身为一个辅助必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压线。当然这个压线不是说你压自己压兵线哈，是压这个敌方这个列单的线。比如说他上来想吃经验，你上去你就点他，就疯狂的怼他，疯狂的 A 他，把他杀出经验区。对，或许在这个时候我可能觉得这个亚瑟王是武王 C 吧。就一做这个视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好酸涩涩的那种感觉，就总是会想到 C 吧说的那一句，你就是我的 master 吗？不是，我的 servant 绝对不可能是个男的，不可能。好，那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双子，哎，因为跟奔腾的大便就是刚刚，哎，那个野就打得有点快，所以他那个那两波野没有拉出去，那这样的话他打野比较难，不过没关系，等下一波野的话还是可以把那波双野给拉过来。好，那这边给海洋奶一下，咱们身为一个辅助嘛，这个蓝和蓝嘛。克了还有，但是这个大哥的血就说没就没了，所以线上补给还是要给他奶飞一点。咱们圣骑之王大家可以看到打辅助，哎，咱们可以先点钱啊，这个经济财运亨通非常不错的，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奥义财运亨通。然后他的 Q 技能咱们前期主点，然后 W 技能前期和 Q 技能是对点的，然后 E 技能咱们前期点一点，毕竟是有个减速效果，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技能。那这边哎，给他拉个三眼吧，不要谢我啊，大便，不知道你能不能收掉，反正不关我事儿了。能不能收掉就是你自求托福吧，收掉算你就命大，收不掉的话，那也不怪我喽。啊，那这边的话，其实，怎么说呢？我这里这个魂技出来之后，怎么说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弊端吧。就好，那这边大家看一下这一波，那这一波可以看到这个克拉肯直接给我冲过来 ，Q 技能直接收一下。Fast Blood， 对，辅助报复社会就是这样。当然，如果大家就要好好打辅助的话，那个人头你是明显可以让的啊，不要向我学习。我这个，这个不建议大家学习啊。我这是反面教材，就是一直打的就，中期的时候我就一直抱着就用亚瑟王就报复社会那种心态去打高端局，然后出装虽然挺正常。但无奈于就总觉得在用这个亚瑟王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圣剑在手，有主角光环，而觉得就杀伤力极高，总是情不自禁间收了个人头，就大家懂的。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克拉肯又在浪，那这边海上之心如果能控一下减速，没有减速到没有关系，那这边还有一个减速，那这边海走位，那边 Q 技能给一下，好，那这边的话肯定能杀他，那这边我扛下塔上继续 A， 再 A 一下，可以看到这个海上之心在 A， 好，那这边我有点尴尬，直接让分针女神收了个 double， 我的天，好似在逗我。那跟大家说，这个咱们亚瑟王其实装备咱们可以先出一个这个秘法项链啊，这个其实加血袍和秘法项链咱们可以选一下。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一把我两个都没出，因为我第一个装备出了一个推推，这个推推咱们确实可以出啊，因为出推推的话你看像对面有克拉肯，如果大哥被克拉肯大住的话可以把他推出来，然后这个推推也可以当一个跳用，非常不错的。那边可以看到这个海洋之心非常浪，哎，以为两个辅助就不能杀你吗？那这边可以看到极限一口奶直接奶住再 A 一手，好，那这边我的人头没有办法，就这么凶，就这么凶，就这么狠，就上来咔咔咔三杠一，咱们家总共拿了三个人头，然后辅助拿了三个人头，这没办法，操作比较狠，对，意识比较犀利，对，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就状况。
好，那边可以看到中路双子座留下这个分针女神之后，他应该在劫难逃。那这样的话，我能不能救他一下？我好想救他一下，但是我犹豫了一下，我到底救不救他？我要不要去救他？我救他，我可不可以变成输出啊？我感觉我救他，他会说我抢人头。算了，不救他了，把 Q 给小兵得了，刷下兵什么的。但是如果刚刚去救他是可以赶得及的，这个我估计奔腾的大便看这个视频估计得气死。那这一期的视频呢，不是给大家就是做一个新手教学，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就娱乐性一个解说，就是做了这么多期视频，很少做这种娱乐视频哈，偶尔做一些给大家就是看一下，让大家发现水车原来还可以做这么种就是多种多样的一个视频哈，变化极多，就是套路很。狠狠的狠啊。那这样的话可以看到亚瑟王的话，咱们在前期加点就主 QFW， 然后一技能前期点一点，然后 Q 技能没满之前建议大家不要去点这个一技能， Q 技能满之后可以去点一下这个一技能。然后这个亚瑟王的大招技能非常非常狠，是一个雾免，然后这个雾免的话大家放好，基本上敌方一波团灭啊什么的，就打团的时候你就突然就从一个角落蹦出来，砰，一个大招技能给过去，然后对面的大哥啊叔叔啊物理叔叔当时就蒙圈了。然后他这个 W 技能也是可以救大哥，因为是有个 BKB 磨免的效果，而且时间非常久，所以说这个克拉肯好过分哦，我这边给自己加血救不了自己，能救自己吗？我这边磕一口魂技，好，这边有个 BKB， 我的天，这个小牛封路好犀利，好塞来啊，我改了杠号腾龙安之类，我扛把子，我再扛把子我也死了。所以积木对手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合格选手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咱们打辅助这个眼就肯定要做，就甭管你是报复社会型的还是你专业解说还是就是娱乐解说，咱们就打辅助眼该买肯定得买，不能少的。那因为你眼视野一少的话，你这个先手你打不过去不说了，你被对面就如果蹲了一波先手，那你们家这一波团啊什么东西的，我搞了杠号，你们家这一波团就当时就扑街了。所以就是这个视野一定要做，这个东西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我个人打辅助就非常喜欢出装备，就是推推，就跳刀的话我觉得合成不平滑，然后推推的话加智力加属性是不是，然后同时这个被攻击了还能推，这个你过来挠我两下你真爽啊。好的，这边 W 技能清除一下这个分针女神 Q 技能的这个主轴效果。那这边可以看到是谁，克拉肯磕了一个隐身好凶，这瞬间爆炸的瞬间就是非常狠的一个输出啊，直接留下了。啊，你这边可以看到这个上路，其实打一个辅助的话，咱们尽量跟着大哥走。不过这一把的话，我是，没有选择跟大哥走，因为你看我们家大哥就三路打钱，他打钱的话就是野地经济清了，清线先清完，打团，刚刚后面有个双子，我成功的放过了他，然后推过来，直接留下这个海王之金，我觉得有点报复社会的嫌疑。那边大招技能给过去之后，可以看到这波成吨的输出，敌方打我完全不痛，但这边同时敌方的支援过来了，那我这边。只能给一个 Q 给双子，那这边的话给 Q 之后我还被反甲了，那我这边肯定是要被留，秀一下秀一下秀一下，推推推推推推，好推过来，这边要被烧死，我觉得这个分针女神她这个 Q 技能应该可以把我烧死吧，能不能能不能，哇好，对对，即使她不 A 的话我这边还是要被 Q 烧死，所以横竖都是个死，但我还是个五杠三。好，那边可以看到海洋利用地形优势直接是 W 技能，飞起来， Q 技能给过去，这两下减速减了一下，如果第二个减速跟上去的话应该可以留，但是那个减速非常艰难的，可能并没有减速到。那像咱们这个亚瑟王，我个人出装习惯的话就是出完之后出完推推之后我会选择去出一个风暴法杖，因为风暴法杖的话保人是非常不错的，你想比如说你们家大哥被人集火的时候，你上了一个风暴法杖就是一个三秒的无敌状态，就甭管就你就下来会有那个0.5秒的一个混乱效果，你甭管有没有那个，就只要躲避敌方三秒的一个集火时间，那就非常不错。那这边可以看到，就因为这个蠢逼，真的是蠢逼，这个蠢逼环视巨蟒给我卡死了，你妈的，你有病啊！我操，不要死啊！我操，四个，我操！
这个蠢逼，我不想说这个蠢逼环视巨蟒，大家可以看到啊，刚刚那个环视巨蟒，我的天，就是他把他直接开大了，你知道吗？他不开大，他 A 一下，那个海王之心就死了，然后他非留一下就开个大，我的天，然后我的天呐，好恐怖啊！我感觉我并不能接受啊！哎，不管了，就一部视频嘛，没有这种槽点啊、笑点啊，是吧？怎么做娱乐解说？好，那边可以看到我下的上路一塔，想要来打一波，哎，但是我下的是二塔，哎，非常非常惨点啊！不过没关系，这边 Q 技能给一手，再给一手 BKB， 好，那这边直接留下，咱们打一个辅助嘛，助攻。助攻什么的先不说了，我这边就拿了四个助攻，我也不好意思说助攻这种东西。好，击杀，辅助拿人头好像有点过分哈。不管了，就综合来说的话，就一个辅助打好，综合数字肯定得高。就你综合素质高之后，哎，就是想输都难。这个游戏就是，其实想赢很简单，一个辅助如果打好的话，视野啊、先手啊、麦啊什么打好的，对，基本上。哎，想留人很简单很简单。这个海洋还跟我来了一句 I need 秘法，他需要秘法项链，不好意思这一把我没有出。其实咱们打辅助的话，如果就你非常保大哥或者是倾向于一个特别团队类型的辅助，建议大家就是秘法咱们出是要出的，因为给中单啊或者是给其他缺蓝的英雄，哎，加一下蓝这种东西可以加一下续航，导致剩下就是打团咱们可以多释放一到两个技能，这样。那这边可以看到我粘着这个海洋菜，哎，但是这边我他妈好像把自己弄死了。我发现我特别喜欢就粘着对面海洋去 A 啊，但是海洋有点可怜，就虽然说我被杀了，但我一直粘着他。哦，不行不行，不能这样打了，这样打的话很伤很伤啊。这娱乐视频咱们也不能这样娱乐是吧，分明是一个第一视角，就硬生生被我打成了 OB 视角，全场黑白动画片这种。啊，那这边视野的话这边是没有做，因为家里没有灯。那这边的话双子跟他可以打，明显可以打，那这边 Q 技能给一下，还好，那这边可以给个 W 技能。好，魔免，那这个魔免给的非常给力，也就是在小牛开启他 W 之前，我把我的 W 技能先给了这双子，又导致双子这一波没有被晕，所以这个小牛根本跑不掉。那这边拿了一手助攻之后，哎，咱们来，毕竟我不是大哥嘛，我只能非常被动的，你们说推就推，你们说不推我就跟着你们屁股后面跑，跟着就大部队跑。毕竟咱们打一个辅助嘛，打得太激进不好的。那这边可以看到海王之心出了一个引刀，我的天，那这边 QW 技能全给他。这在没改版之前哈，有个非常给力的套路，就是海洋加圣骑，这个套路很恶心。那这边可以看到刚刚大哥是被克拉肯大招技能圈住，但是我这边推推直接给他，推出火力包围圈之后，那边反身继续要打。哎，海洋之心这边拿了一波 WQ， 好，追不上了，追不上就算了，推塔吧。那打到现在的话，咱们哎节奏也是慢慢顺起来了。我这边助攻也拿起来了哈，5-5/8，哎，我就并没有选择抢人头了，到现在抢也抢不到了。好，那这边给双子奶一口，哎，算了，先给自己奶吧。你要扛你自己扛，自己拉的屎自己吃下去，怪谁呢？人。好，那这边咱们出装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出装已经算是辅助里面非常非常快。怎么说，异常快了吧，14分钟就是魂界650，然后不加这个眼哈，就是推一个风暴，就已经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经济了。好，那这边来到上路，哎，跟这个来保一下这个新生傀儡，像咱们这个辅助说实话就多保一下自己家里的这个爆发位置。比如说打团就先保一下，在前期我一般是不会保大哥的，他要死就死，不死就算。我这不是报复社会心态啊，就一般我打辅助我会优先保谁呢？我会优先保咱们家的这个爆发法师爆发的话，我先保一下，就中路我会先保一下，让他就尽可量的多收割人头，然后导致让自己的这个经济和装备起得更快一些。然后关于大哥的话，前期我不怎么会去保，除了对线的时候给他奶，然后能拿一些拿一些，拿不了就算了。然后打团的时候，在前中期我会尽可量的去保一下家里的这个大哥位，呸，这个法术大哥，
就爆发。因为在前中期嘛，咱们节奏一般都是靠这个爆发来保，就所以只要一个中路爆发，他节奏打得很顺的话，那一般非常非常好打。好，那这边可以看到上路边线清过去，哎，这个克拉肯有点浪，打到现在的话，虽然说人头优势并没有多大，但是架不住就是狠就是浪。那这边我们没有秘法，有秘法的话，这个双子又可以浪一波了。好，那这边哎。给大边这边上一个 W 技能，我觉得一个辅助就尤其打这个圣骑之王，用 W 技能就躲敌方技能的时候真的很有成就感。就你的 W 技能磨免上到队友的时候，刚好敌方这个控制啊或者是伤害技能打到就队友身上的时候，你替他就瞬间抵消掉这个伤害的时候，我觉得哇、哦、这个成就感真的爆棚。那这边可以看到，这边应该是想搞出一些事情，能不能打好 W 技能给一下。哎，很明显这个分针女士 W 技能直接跑掉，但是这边哎无奈我这边有风暴，好，这边风暴配合这个环视巨蟒 Q 技能直接留下，海洋之心再次一波收割。虽然说我这把想报复社会，但是我并没有成功哈、啊、怎么说呢，因为我比较厉害吧。好吧，我不能这样说，我这样说你们肯定得喷我。我是想报复社会的，但是我没有报复成功。哦，这样说你们开心了吧？好嘞，那这边来看一下。哎，没有我为什么要打团？对面海洋之心直接输了一波 Triple Q， 好难受啊！像咱们，圣骑之王，咱们加点奥义的话，还是那老三套。哎，怎么说呢？不能说老三套吧，就是辅助，钱点了之后，咱们是什么？就坚韧。就如果是智力型辅助就坚韧，如果是力量型的咱们就点一个剑术，然后第三个咱们可以视情况来定去点秘法奔流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稳固传送啊这种东西，哎，咱们可以视情况来定啊。好，那这边可以看到上路这边想要打，那这边环视巨蟒一手 W 技能直接控住双子，住这边有被击，但是没有关系，我这边 Q 技能直接留下，在这边我操这一波爆发什么鬼，不过没有关系，这边能不能再留一手，我这边临死之前大招技能是没有交出来，所以这边打得非常惨的大哥呢，能不能留了，留不掉了，那这边能不能跑掉。好，那这边海王之心的输出打得非常 nice，环视巨蟒应该可以跑掉， W 技能给一下，这个 W 技能给的相当 nice， 直接晕了 2.5 秒， Q 技能再给一下，这一套二连打的相当 nice， 直接控了将近5秒， 4.5 秒，哦，这个控制，所以说环视巨蟒这个英雄，哎，控制也是相当给力的。我下期视频会做这个环视巨蟒打辅助，就这个英雄你打辅助你都架不住他输出很高的，就打辅助都能就随便收人头，就很凶很凶。那这边中路的话应该可以推，那打到现在的话两边打得非常僵持，那这边的话中路选择再一波推掉，哎，这边快，哇、哦、这一脚踩的好疼。好，那这边可以看到海洋之心这边要保一下，哎，这边 PKB 跳上去，好，直接留下来，那边跳过去分担一下火力，集火一下能不能走掉，我应该是可以走掉啊，哎，我这边刚刚是想回头风暴法杖吹他一下，但这边没有成功，那这边要推进来之后我发现自己把自己坑了呀。好，那这边躲一下，躲在这里并没有人能看到，然后这边大招技能开一下，好，双子，没有钢子，那这边我跳刚好回过来了，那再见。好，那这边来一波不洗极限三杀，爱上笑了，极限三杀，这边海上之心挺闹的。好，那这边这个隐身符我拿，我又没瓶子不拿了，直接 A 掉，然后省得对面就是拿了这个隐身符就是去蹲咱们家一波什么的。好的，咱们一个辅助的话打到现在其实有了跳刀，就圣骑之王咱们在后面补完跳刀之后可以选择去出什么装备，比如说如果你追求生存的话，你可以去选择去出一个龙心，如果你追求就是团队控制的话可以去选择出一个羊刀，都是可以的哈。当然我觉得一个辅助其实装备出不到这里，除非那种时间打得很长的局，或者是像水车这样就人头啊助攻啊经济拿得非常多的，哎，你可以这样打一下，但其他的局基本上不可能。那这边可以看到，哎，双子做这个 Q 技能被明显是被秀，好，那这边 W 技能给一下，这个哇环视巨蟒这个 W 技能飞好远的，这边上路有个双子座在和谁刚，哦，在和这个傀儡，这个皮肤好丑，差点没认出雷米。好，那这边留下来之后，哎，这边野地的话我明显是要做一下视野，但是这边的话视野已经被排掉了，所以这样的话打得我很为难啊。好，这边买一下盐，
是金刚剑应该可以打了，像咱们这个节奏的话，一个辅助咱们就该做金刚眼做金刚眼，咱们一个辅助就必须要做的就是你得先把你这个两边合道眼，就能早点就点了就早点点，因为合道眼对于控服或者是敌方支援的拦截都是非常非常有作用的。那这边的话我先把这个合道眼做一下。好，那这边这个应该可以打不了了，那这边克拉肯过来送。好，那这边有 Q 技能过去，算了， Q 技能就是这个人头不抢了吧，先加下血。其实我的本意是想把这个人头给抢了，但是我这个人比较善良。好，那这边海洋之心没有救掉，因为这个刚刚不是太阳神哈，这个双子座他 W 技能把我跳给破了，所以也就导致了我这一波并没有救了我们家的这个大哥。如果他没有那个 W 技能，我跳过去一手大招技能一手 Q 给过去之后再给一个 W， 咱们家这个海洋之心明显双杀。但我这边跳被破了，非常非常惨点。那这边 Q 技能给一下，那这边环视巨蟒这个输出应该能打死，没有问题。跳过来再 A 一下，不是我有这么恐怖吗？不是我这么恐怖吗？我一过去，不是我怎么这么恐怖啊？我又没有想着抢那个人头，你为什么要跳过去？还省一下就攻击后摇什么的，你这有点恐怖了。你这把我这个人想的真的是讨厌，被你看透了都。好，在这边好，选择留这个金刚。那有圣骑这种奶的话，咱们打金刚非常好打，就金刚打你半血的时候，圣骑奶一口。然后他再打那半血，然后圣骑的这个 CD 又缓过来了，然后再奶，所以说一切就是磨的时间比较多。那这边可以看到中路这边要打，但是这边跳过来之后发现没有蓝，我的天，没有蓝。好，那边走过来留个缝子什么的。好，那这边给这个星辰傀儡套个 BKB， 很明显我连套 PKB 的蓝我都没有，真的是对面海洋出了一个进化，比较讨厌啊。他这个出进化的话就稳固减速，然后同时可以就是进化反甲，这个小技巧啊，就是进化可以把反甲给进化掉。好的，这边我的助攻还是比较少的，才拿了15个助攻。好的，这边星辰傀儡被控住，那这边给他一个 BKB。 好，先加血吧，加完血之后没有 BKB 了，那就这样吧。不过没关系，他这边有个大引刀，回身拉一刀，我操，这什么东西啊。好，那这边可以看到星辰傀儡是有复活，有复活之后他开了大引刀直接走，这卖队友不合适吧，真不合适吧。好，那边星辰傀儡反身就刚继续打，那这边并没有选择打的想法吗？好，星辰傀儡这边好配合队友是留了一波，那三杀有没有 Triple Kill 有没有。身为一个辅助，我就觉得把自己家大哥养起来之后，就觉得看到自己就养了多年的儿子终于有出息了的那种感觉，还是很美的哈。好的，这边的话羊刀现在出不出来，那先做个林肯吧，毕竟敌方这个海洋他进化到我的进化过我之后我很难打他。这个进化我觉得这把主要作用就是为了就是进化圣骑，就进化这个全能他的大招技能以及 BKB 效果，因为这是可以进化掉的，这两个效果都是可以进化的，所以这个海洋的出装还是相当机智的。就全能骑士这个英雄挺恶心人的，就怎么说呢，不管怎么打，就如果不受进化的话，你这边就 BKB 啊奶啊这个悟康啊就可以打得很恶心。这刚刚这个环视巨蟒虚了，不然这边是明显可以直接留着克拉肯，虽然说现在也能留，但是这边敌方控制给了一手之后，好，就是因为这个环视巨蟒虚了一下，那这边的话死道友不死贫道，反身给了这个双子做一个 BKB， 他是没有受任何伤害哈。那我这边把自己推出去，我以为已经可以了，我就没有用这个风暴法杖。但是等我回过神来之后，我发现我错了，我有点天真，我想的有点多，我真的想的有点多。如果我那时候给自己一个风暴法杖的话，对我缓一下那个时间，肯定是反身可以继续杀。但是我想的比较多。就我还在就沉浸于自己就这么一个极限反应啊，然后就没有用这个伏魔法杖，然后刚好就被对面这个分身女神大根给收了。所以说这个大根这个装备挺恶心。那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家队友直接连破敌方两路，应该可以留下这个高地。好的，你又不是我视频的主角，我就不给你们镜头了。那这边的话羊刀还是要出。那这边的话，如果我刚出林肯，就如果我真的像我说的那样出林肯的话会好很多，但是我那个时候
怎么说呢，就忽然良心发现了，说哎算了，就打到现在就也没为对我做多大贡献是吧，就除了盐给的多啊，奶给的比较足啊，鲜蔬打的比较到位啊什么的、是吧，也就没有其他的好处了，也就是给你们奶的比较好，然后辅助的比较好，就除开我辅助的好之外，已经没有就这把发挥别的作用了，所以我就良心发现了一下，就给你们做个羊刀，就控制一下，多一手控制什么的。这个我们家这个海洋有点鸡贼，我跟他说打打打我又大，然后这边海洋就你先上，我的天不要这样好不好，那这边哎后手给过去，大二技能直接开起来，好那这边哎这个海不对，这双子座我是给他一手大二技能，那这边 Q 技能再给过去，好奶一下这个傀儡还是死掉，那这边吹一下自己，哎，吹一下自己之后可以看到，就是成功的分担火力，敌方走掉一个，那这边反正还是可以继续留，那是克拉肯跟我 A 他有点刚，好那这边哎，为什么是我的人头，我有点不是很懂，那边推过去，好那这样的话我肯定是能走掉，我还有一手跳刀，跳刀之后还有一手羊刀啊，算了回不去了，就已经过去了，全过去了都，好那这边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再留一波，哎上路高地敌方马上要被三路，就机智一点的话已经可以投降了，对面那边上路高地应该明显可以抛掉，哎、哦，好，这个分针还想留我，幸亏我机智的跳掉了，不然我就要死了，太脆了。啊，那这边哎，你们不要虐拳好不好？有点素质好不好？我在做视频，不要这样。好，那这边哎，极限的吹一下咱们家哎星神傀儡，那这边极限再跳一手。就刚吹他的话，我是想等他缓一波这个大引刀，但是明显并没有成功。那这样的话，我回家不急一波，咱们已经可以就是直接一波退掉了，就这么，哎，神奇，就这么轻松哈、啊。咱们打辅助，只要来得好，就队友只要能起来，咱们一把，哎，就这么打得非常非常愉快哈、啊。就躺赢 buff， 一般打这个辅助都有毒，都有那种躺赢 buff， 稀里糊涂的你就赢了。啊，这边再买三个眼，很明显我已经杀得非常投入，非常忘我了，导致我连眼都忘买了。建议大家不要跟我学习啊！这个买眼，咱们打辅助就合格的辅助，就肯定不会让家里的眼就超过两个，就家里囤放的眼超过两个，肯定不会的。那边给大哥奶一下，你直接把这个双核，一个星辰傀儡，一个海洋之心。那边哎，再点一下视野，已经敌方已经三路了，挣扎什么？不要打了，好不好？那这边大哥又浪起来，我这边没有跳刀啊！哎，这个环视巨蟒好会卖人啊！刚明明可以打的，好，那边插下灯了。最后一波，再等一下，海洋之心不在，哎，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看客。好，那这边，哎，给星辰傀儡一个 BKB 一口奶，那这边可以看到疯狂的输出已经打了出来。好 ，W 技能再给一下，那这边溜着疯子，哎，跳过来直接给大热技能，三个人全部罩住。那这边羊刀再扬一手 Q 技能，哎，不是我的人头，好，本来想抢一手，但是非常。残念是没有成功哈，那边可以看到咱们星辰傀儡打了一波 triple Q， 那这边的话最后一波敌方主基地全部推掉 ，nice victory。好的，这一期视频咱们到这里结束了，喜欢水车请记得点一手订阅，那咱们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